胜，疑难杂症来我这。欢迎今天的嘉宾艾丽儿、孙清远、林丹， yeah. 还有雨婷、季普欣。OK， 我们今天玩的是阿瓦隆，来讲一下好人跟坏人阵营。坏人呢有摩甘娜跟爪牙，还有刺客。好，那刺客在最后呢可以反败为胜的关键是他可以刺杀梅林，刺对的话呢坏人就反败为胜喽。好，那好人呢有梅林跟派西维尔，跟其他的是忠臣。那梅林在晚上可以看到三个坏人究竟是谁，那派西维尔呢只能看到两个坏人，那其中一个是摩甘娜，其中一个是梅林，这样他要自己分析。那我们呢还有一个角色叫做湖中女神，湖中女神呢是可以在第二个任务结束之后呢测验一个人，那那个人一定要给真实的好坏，那湖中女神自己可以选择要不要说谎这样子，然后湖中女神就查给那个人之后，那查的那个人就换下一个他当湖中女神，这样子一个轮下去。好的 ，OK， 那今天的惩罚还是喝苦茶。是，对，那我们先来选湖中女神。好。有没有谁想当？还没当过？孙清月当然看吗？那可以吗？可以。那队长就是林丹。好。OK， 好，那请确认角色身份。哦，拳头起。不熟悉的牌子，那个爪牙的名字，莫德雷德的残酷爪牙，残酷爪牙，对对对，我确认。好，大家把手举在胸前。艾莉，黑黑请闭眼，天亮请睁眼。好，请派林丹队长派三位，当然是我喽。哇哇哇哇！我你怎么没讲话？我相信你会给我。啊，因为我刚刚又觉得他是完美的呼吸，完美的呼吸，完美的呼吸。我也是，我也是。呼吸他可以故意睁开眼睛给你完美的呼吸啊。对，我呼吸也很棒。又不用讨论，因为他知道你会听呼吸。林丹，好了，林丹来。怎么样？现在敲一下。不要，我们完美的互动，爱我。好恐怖！可他每次都是一个很奇怪的状态，他的状态都很好，对啊，但我觉得如果是人，他第一天一定会出失败。你好像蛮好，他觉得很明显，因为第一局比较看不出来，我觉得就是我了。顺利嘞，都可以耶，我觉得顺利。打一个平衡。为什么一定要你？我觉得可以给。不然我们三个啊，我们不行，艾莉不行，艾莉你想顺就顺着，因为顺到那边艾莉也不行。艾莉就是一句怪怪的。左右呼吸。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左右呼吸，人生会走一点弯路，这样子顺过来还不错。还是这两个？可以。你C位，不要到艾莉那边去了。可以再验一下。不要到艾莉，我这里不到艾莉了。你该跑了吧？我好，我倍儿棒的。倍儿棒。对，我倍儿棒。先这样，那就这两个好了，这两个。行 ，OK。定情力，不是你怎么跟我讲这种话？不是我怎么了？对呀，你怎么突然接到深深的烂梗？对，你交什么朋友？不是这样，你最近深深怎么样吗？对，不是，我完全没有发。好，要接他来接啊，这局接到爆啊！来了，接到爆！这种突然这么紧啊！好来哦，来三二一起走。好有时候忘记。OK， 这个铁成功了，哎呀，成功了，那我们过了，铁成了啦，铁成了啦，没成功，因为美女也举成功的话，冰淇淋，我高兴，来，给我要的给我，我要的给你，好巧，没有人笑，真的很巧，真的，哎，你第一次大字哦，你第一次，而且很正式，不要的是吗？不要吗？你醒醒，不要的，我以为没有人会理我。没人领真的会很糗啊！好笑，成功了，成功了吧？来，蓝色宝石一颗。来，蓝色宝石呢？在你桌上。好 ，OK。好了，下一个队长零九块，换我。零九，那其实就看我们三个再加一个。现在会又会很快要结束？不会不会，就结束了。OK， 好，不然了。对啊，还有我成零九。这样啊，再加一嘛。我我我我零九我。
我们好，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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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好，就嘉玲就而已嘛。我觉得很好，嘉伟是好人吗？因为我是好人，没关系啊。我近期好像还 OK， 对，感觉起来。嘉玲教授，是不是很快就结束？啊。讲出来什么意思？你过来，过来讲。讲出三个你是好人的理由。我是好人的理由吗？你讲不出来。不是有好人要有什么理由？你告诉我。像我觉得给我身份，我是确定我是好啊。真的。第二个呢？第二个呢？哎，但是有可能第一局也会有人故意。那你是。那你这样的话不是没有，因为完全不能让举圈，代表梅林也举圈。没有我说没有，所以第一 round 可能梅林也觉得第一 round 是 OK 的。对，梅林认证你们三个是好人。哦。对，所以你们是好人。对。然后就加我。怎么了？没有，那没有。你们加我，我出坏，那就是我。你觉得我一定打到深渊都活不过来，也不用测我了，对不对？对。反正你可以去测别人，是不是很好？是蛮好的，对啊，我任务差 ，OK， 你抓到我一个坏人，你还可以再去测别人。可这样我们任务就失败了一次啊。他想要完美的过关。It's OK， 我没有失败三次哎。嗯，好吧，试试看啊。好，对不对？三、二，应该是可以吧。阿烈走，圈呢？走一个吧。怎么了？进队友，我就是好人，你们不要觉得我是好人，不信真的。不要觉得我是好人，发现我是坏人来着。不要觉得我是好人吧。我们游戏好像又要结束了。要了。我就是好人，那是他的原因，是因为我后来想一想，如果我同意你们的话，我自己是好人，可是外面有三个坏人，好的。但是我觉得雨婷很好，所以我才会举茶。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其中这普信跟小赖怪怪的吗？你怎么你？那你觉得听我讲？你觉得差是什么？我觉得差是因为我是好人，然后他已经翻牌了。那，哎，我们两个是好人，我们两个是好人，就这样子。举差是谁？我们两个，就你们两个。对，而且艾丽还举圈了。哎，我吓到哎，所以你们三个，因为里面有坏人，艾丽是坏人，因为他举圈。对，他同意了。我是好人，因为他很明显。对啊，所以他要看。我知道验谁比较好。要验违禁还是？还是我打到深渊都活不了。你验小赖啊，小赖，我就是好人，我就是好人。林丹是坏人，林丹是坏人，林丹是坏人吧？林丹，验我是好人，我是好人哎。你验违禁，林丹好，你验我，一定有。你要验我们三个？哎，我是好人，我现在吓到这个战役，我吓到。还是等一下啊，因为刚刚你们三个输的时候，零九好破坏，对，因为他可以带领，他第一号，永远浪费，不要。可是他就是一直举拳，我永远。不然这样子啦。怎么了？你要跳？你拍戏是不是？我在跳，你不要演我是拍戏。拍戏哦。你要跳？你拍戏是不是？我在跳，你不要演我是拍戏。拍戏哦。哦。在跳。那林丹，你演林丹，我演林丹，你演林丹，不要演我超好人。演零九也可以啊。也可以。我超。你管他们两个演真的。我觉得也可以验零九，所以我吓到你知道吗？刚第一局全圈你知道吗？没有，因为我觉得我想说加我一个拍戏，因为我觉得陈零九第一局会举他，可是他举圈，哎，我有可能女神可能是坏哦，女神什么？等一下他全圈，他可能哎，我跟你讲，要嘛，对他有可能是坏啊，要嘛零九跟零丹都会坏，没有不可能，要嘛，反正你就验我们三个其中一个，不用，不是就是你，他就验他，我是拍戏啊，验我们两个其中，零丹很怪。你超好，超好，因为我觉得验零，我觉得零蛋怪所以验零九，零蛋怪验零九，武装到好人身上。对啊，没有，那如果你坏人呢？如果他是坏人，那就好，那就看他怎么报啊。那你验我啊？验我可以啊，就是你坏啊。没有，我是好，我是好。要么就验零九好，验超好，有可能他是坏人，有可能没差啦。你验一个好，另外一个坏嘛。给我，哎，我干嘛看？你是派系啊？我是派系，没有人跟我悍跳啊？没有，那我就是真派系。怎么样？怎么样？那好人啊？那就他。那就是林哥。我跟你讲哦，如果有派系的话，要跳，要跳，对哦，刚刚跟我刚哦。没有，但有可能他是坏哦。有可能，有可能。可以验我，可以验我。哎，我可以验自己吗？因为等下是我的。没有。换谁派？换待会是换我派。OK， 我派你就派我自己，然后你，然后孙庆月。等一下，有可能孙跟林九都是坏啊？没有，
没有，不会吧？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几率太少，几率很小，几率很少。他们一开始出任务，然后梅林还给我一个圈嘞。对，嗯，我吓死了。没有，那你验我就知道他是坏。那这样不就林丹是坏吗？没有，你验我就知道他是好还是坏。那梅林没有告诉。梅林想说先藏。对，我跟你讲，我跟普希林是好，因为刚刚我们两个举叉，所以你要给我们两个。没有不一定，坏人说不定也会举叉。怎么可能呢？就其实很没必要，坏人不差，玩很深啊。我觉得普希比较好，是因为刚刚我们出任务的时候，他讲了一段文章。我有讲，我有想，他说为什么我举叉是因为巴拉巴拉巴拉？我有我的原因。突然讲一个，我要讲是因为他已经把牌翻出来，你自己帮我证明。好像是。不是啊，怎么怪他？你干嘛不开心？你想，文静，你听我讲话。我那是太细微了嘛。对。然后我们刚刚举叉，所以我们两个高级是好人，所以已经是三个好了。对。那场只有五个好人，所以只有剩两个好人。如果你姓林就好，这边就要有一个坏人。所以你这样派零九跟顺线就是有会坏人几率比较高。对。你姓零九，你只能给零九，其他要往外置位去发。你，我觉得艾丽尔蛮像坏的，所以你这三个里面，所以我跟普希一定要在里面。哇，选两个哦，选两个，不一定啊。你说我把女神的给别人吗？你们如果你选你们两个，那他就是坏人。他们有可能两个是坏人。我先这样子，没有。我如果是坏人，刚刚我觉得没有，我知道，我没有说你是坏人，我说你们两个里面有一个，谁有一个？没有。你们三个里面有一个坏人。对啊，对啊，对啊，你们三个有一个，那就是雨婷，就是雨婷，不是，对啊，因为我们刚刚都不同意，你刚刚举圈，你刚刚同意，刚举圈，对他刚刚那个失败的战役，他举圈，我也不知道，你知道，我输了，好，那我先这样子，等一下，等一下，你们给我表水的机会，好，你表，你说，我刚真的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谁是坏人，有这一招。凭一凭感觉，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你现在没有？我真的说，我们三个出一个，只有两个是好人的话，那我一定要出任务，因为我是好人。如果我没有出，就不会赢。所以，那你派谁？好，韦静派谁？我派赖季普星，我跟零九啊。那如果失败的话，代表雨婷是好人。对对对，然后我们两个可能出坏。对 ，OK， 好，那可以出坏，那可以出，那撤嘛，不可能出坏，你等下有机会再撤。好，三二一，请跑。好啊，去啊。去了，只有林丹差，所以如果过关的话，林丹就是坏，这样子。对，林丹分手好怪。去了，怎么可能？你刚刚那个，这个也要孙生我讲的。你最近跟孙生走很近。你们上有什么问题？去了，定心意。去了，好吧，那给我吧。哎，小麦是好哦，那雨婷就是好，我刚刚就是觉得他状态很好啊。怎么你觉得他是好？那你就是咬小麦啦。没有，我觉得是庆月跟你验我啦。我是好人啊，怎么可能是我好人？因为有可能他是坏，他是坏人，然后不可能，不可能，他是好，没有，他可能是坏人。他如果是坏人，他就林丹一定是坏。我没有验我啊，你验我就知道他是好。没有必要，没有不。没有，你要我验你，他马上可以咬我是坏人，他可以咬我们两个是坏人，验你没有，你就是好人了。我是好人，他应该，等下我想一下，伟静是坏啊，因为有伟的都红。我是坏人，你真的，真的，我等一下，你想验我，林九想验我吗？你等我，我觉得你验我，我想一下，没有啊，你验我好，他们就二出一。对，但是因为我知道我是好，所以你验我的话，好也是在好人手上。我觉得普信问号，你觉得我也觉得你这啊，我没办法啊，就你们两个会出一个，我都没有怀疑你，我这次咬他们两个，哎，你我觉得你比较坏，对啊，而且我从一开始我就觉得雨婷的状态真的超像，你们两个应该互咬，可是他还保你，那你验我。你凭什么觉得我是坏？因为我现在证实我是跳最差，你我没出。但是刚，但是你认为我是好的话，那他就是坏哎。因为刚刚我们四个没有，我跟你讲，雨婷是好人。对对，他是好人。我选雨婷，就是你们两个而已。那你如果他们两个的话，我们两个。所以我跟你讲，我现在只要验对好人，我们就赢了。哇，我想一下哦，你就验我。你验我，你验我，你验你没咬。我觉得要不然你验我，你验我，我不对，你验他，我没办法回验，不能往回验，不能往回验的。那你验我，那验我，也可以验我。那我验小赖好了。好，对 ，perfect。这个是咬的，这个是咬。好，来请好人啊，你看，那就是普星啊，普星是坏人，可是我真的是好啊，那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有可能，那就是普星。因为如果他是坏人，他会随便乱把我身份。好好好，他就。
骗你的票啊，就你们两个有一坏，我们三个好，可是我觉得没有啊，四个出来的，所以一定是你坏，对啊，对啊，好，那就剩下没有这两个，你们两个，哎，那我真的觉得，哎，他们两个是好的坏人，哎，我是好的，加他，那就是他，二三，那我跟你讲，你派，哎，换谁派？是我派，换雨婷派，雨婷派我们三个，雨婷你要听我讲，他是坏，然后他故意讲他好，啊，随便派一个，他是坏，他故意讲他好，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坏加艾丽，我觉得不可能。因为第一局我们让我成功，我们四个出，我们四个出有一个坏人，是不是有坏人？他就是坏人，在干嘛？他是好人，他是好人。讲我身份啊？因为他就可以骗你的票，然后他要栽赃我，你懂吗？骗到了，没有，他是好人啊。好，先派，先派，雨婷先派。好，那就我先派我跟伟。好，然后再两个，然后小赖啊，小赖啊，跟零九，要再多一个，没有，这一局五个。我觉得小赖是好，但我觉得零小赖是好。然后我也是我这边三郎就是普心卤蛋跟没有我的三郎是因为我是好人，我知道我是好人，他也是好人，然后他也是派系。我觉得零九是好哎，零九应该不是没有，因为他故意骗他。这一关要出两块。这关要出两块，才会要最后一关，最后一关也要两块，要派五个人哦，最后一关也是派五个人，最后一关一坏，只有这一关是两块，那我只能派到一坏，没有这一关可以两块，对啊，所以你怎么派？只派到一块，派一块，反正就先派那个嘛。那我一定是这样啊，那这样子这样丢哦，一四三，你不能给补星，一定会有一个坏，不能给补星，你要补星拉掉。对，你要派我给啊，给我，你要给我好人，我是好人，真的，你派你自己，给我呀，他们两个都可以啦，都可以，这样子会让我失败，不会，要两个失败，要两个失败，不会有事情，你不要危言耸听，等一下什么意思？不要这样子，这样，这样，我觉得孙清源得要给林黛。我好人，我是好人，我就要给零。为什么？啊，我知道，你派我跟他双坏，对不对？那可以啊，给他，反正一样嘛，结果一样嘛，一样，那给他，因为只是怕孙先生双坏，他是对的，这样。对，张只有一个坏，那对对啊，你讲对了，小赖讲对了，对。但是没有我，因为他认为是他们两个一，你只有一个坏啊，只有一个坏嘛，对啊。如果失败就是零蛋而已，因为交叉有些人觉得，你看艾丽亚举拳了，这个是谁的？艾丽亚怎么不说？你应该要找林蛋，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林九真的不是好，谁？雨婷，你在找梅林？对，他在找梅林。现在这个格局谁是三坏？我跟你讲，他已经跳坏，他已经跳坏，这也是这样子，就是。普星咬我跟他，反正我跟林丹会出一个，那他们两个出一个，那林丹会出一个。普星那就是你的，因为普星是好人，我是个，因为他们我们四个出任务的时候有失败，他觉得是我出的，对，因为我自己是好啊。对，那他觉得是我出，那现在就是说，那现在这个小赖派的阵营是他你，然后还有雨婷是好了吧？对吧？这样，然后这两个出一个，不是我随便派一个都没有，一定要两个失败。我跟你讲，伟静，现在只有一个失败。我跟派西对话一下，这个已经讲说他要找梅林了，那他一定是坏嘛？那你自派西，我们四个人，我验他是好人，所以我自己知道我好人，他好人，然后所以我们四个里面一定会出个坏人，就是他，他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只剩下第三个，所以他也是好人，所以就他们两个出一个。就是普星，那他吵的那不就是他吗？普星跟雨婷会出一个坏人，只剩下一个坏人，所以就是你们三个。我跟你讲，你举拳没有，那你听我讲。等一下，没有啊，反正就先这样了，先来讲。我是有视角的人，对，你们每一个解释都在我的视角里面不同。好，那没关系，你听我讲一次，伟静你听我讲一次。你会讲一次，好，来，我给你表水字。现在派是最完美的原因，是因为你想哦，假设因为刚刚派四个是一个叉嘛，所以这个叉是我或者是普星，但是普星坏零九，所以如果是零九是坏人的话，那就是零九零蛋跟庆月坏人，他们要出两个，所以他们两个不能同时出，就是坏零蛋跟零九，所以应该要给我啊，没有啦，没有给你，就没有到你，得不到你，所以这两个就是会有一好一坏。因为刚刚交叉比对，我们两个一定出一坏。那他验我好了嘛？那雨婷就是好，对，懂吗？好啊，好。因为艾丽尔是坏，对，这样我你就举圈，这样出没有这样出是一坏，坏人不可能会。好，三三二一，这样就是一坏。你看他又同意了，他从那儿同意，完蛋了啦。不要担心，真的吗？我觉得很错，因为我没有错，这样是一坏，没有错，不是，没事，这样最多一坏或没有，对，最多一坏，这样是一坏，完蛋了啦，没有完蛋，没有，这样两坏啊，没有完蛋，要两坏啊，我玩错了吗？没有玩错，没有，可是我又不能讲得太清楚，你不要讲清楚，闭哑巴，你不要讲，没有，不要讲，不要讲清楚，你不要讲清楚。
是这一关要两个。好奇怪啊，这个玩笑是没有，因为要有两个，那个唯一的坏人可以查，唯一的坏人他会查，对，唯一的坏人会查，哦，对。因为他出一张也没用，对，他出一张也没用。你也领蛋啊？我也领蛋啊。对，你去都可以了，不然你验孙馨月好了。好，我验孙馨月。哎，不行，不要，我要验领蛋。不能被测，我要验领蛋。不能被测吗？原主女神不能被测吗？不能，原主女神、鼻祖女神、上过女神的都不能被测。原主不行的，对，可以验领蛋，也可以验我。不能啊，我们玩的是不能。对，最好，不然太会太容易。我们要验零，我们叫零九的法律。可以啊，来啊，验啊，我要验零蛋，来啊来啊，来请。因为如果你是好人，好的是哪一个？好的是蓝色，不要给错哦。好的是蓝色，好好笑，不能骗人哦。我知道。Shark 吗？他是好啊，对啊，所以孙雀都是坏啊。你好坏，你好坏，孙雀爱你的逻辑普行是坏人。你是派系吗？好。换谁派？他是派系啊。换谁派？啊，你要是吗？可以找梅林。换谢普欣。可以找，可以找。就是一，可以找了。普欣再说了啦。他当然要找啊。对啊。林蛋吧。林蛋吧。两个，他要怎样？林蛋。翻牌，翻牌，翻牌四人。林蛋和小赖二选一啊。我觉得是小赖。小赖也有。先翻牌，先翻牌。小赖有可能原因是因为每次在维京在说在思考的时候，小赖说：“小赖，你听我的，你听我讲，跟我讲一样。”他说：“是我是我。”对。他一直在跟他有个眼神接触，而且他刚刚跟我一起举茶。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但他唯一有可能不像的是在里面，有可能唯一不像的是他前面保你保的很，他是故意的哦。那小赖，我觉得他是故意的。我觉得我刚刚想说小赖还是林丹，林丹是他的坑超对的，不然就是他这局很聪明。他要踩谁啊？忘记了。他踩对啊，就这样对对那样，然后觉得哎、欸，好早好早就对了。那你好坏哦。哦，然后第一 round 又先举同意啊。哎，孙馨月你觉得谁？我没有什么意见，应该不是他，因为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不会给他。我这一场，对对对，那就小赖，好啊，对不对？嗯，你觉得嘞？那就小赖吧。好啊，因为伟静很犹豫，可以从伟静的身上去。伟静派系不是吗？对啊，他是演派系。不是，我是派系。他一直说，你说我的反应很犹豫。他的反应很犹豫，因为他一直说什么，他跟他的视角不一样。他刚刚有点想要听我讲话，因为我有举起大拇指。对，所以说。刚刚另外一边派的，最后那轮派的应该有。你们两个在搞什么恋爱哦？怎么？什么意思？对了，有可能有视角不一样，那个点是什么？他看得到你们两个，没有他，有可能他不知道我们俩谁是好朋友，然后竟然你们两个，反正他就真的是派系嘛。好，小赖。好。确定了吗？是吗，伟静？确定了吗？确定了吗？你还是确定？他不敢看人。确定是小赖吗？确定吗？你确定吗？好啊，大不了喝苦茶。好，那来三二一，耶！是雨婷吗？是雨婷吗？是啊，那是林丹吧？是林丹，是林丹。你知道吗？我就以为是哦，林蛋是坏，然后他才是坏。我差一点，结果没想到你才没有。他有一个最大的点是，大家全部举的时候，他只有他一个人举。对，有一轮是那个，就是他一个人举。solo 举叉 ，solo 举叉超危险。然后我就以为他更坏，我完全没看。我没有发现。他有那个 solo 举叉，他说举叉。我前面想说故意给一个坏人，增加一些游戏体验。聪明蛋，聪明蛋，哇塞，聪明蛋，好玩。人家第一轮举同意，然后想说。好，我想说 ，OK， 好的，那这就是好人获胜喽，坏人喝苦茶。好的，那好人呢就获胜喽，坏人喝苦茶。哎，气人超好笑，哎呀，舞台就直接出去，直接从那到举头。对啊，而且我一直在找，还是没找到。有啦，我们差一点，你没有锁定了。好的，桌游研究社，下次见喽，拜拜。按赞、订阅、铃铛，开了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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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吗？快点！头很晕。